我们进来美国了，在多伦多机场啊，就有一个柜台，可以直接，就是如果你要转机到美国啊，就可以直接先入境。可是弄了老半天，超久。其实我们前面没几个人，要等超久。他检查非常仔细。我们刚才看到有一组家庭，有一个爸爸跟他小儿子被带去小房间。Bag of memories, my only luggage. I'm trying to travel like the way I love it. I never really care about the distance. I let the music guide me, be my mistress. 我们要离开多伦多机场了，然后最后一个行程准备到华盛顿。Every day is a new scene outside my comfort zone. You know the girls are calling me the one who got away, got a song to play. I've been soaking up the sun and I've been walking through the rain. Started singing just for fun, sometimes to take away the pain. I've been dancing on arrival.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天。这是一台非常非常小的飞机，它是 CRJ100， 它是由加拿大的庞巴迪公司所生产。这台飞机啊，在台湾非常的少见，普遍台湾航空用的小飞机都是 ATR72，还有华航现在的 ERC190 也快要退役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的飞行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我很想要把它纪念下来。 And all the places I have seen, they all felt like a home. Every day is a new scene outside my comfort zone. And all the girls are calling me.
在影片快要结束之前告诉你一件蠢事啦，就是在刚上飞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就是他叫我们把行李，就是随身的行李，在走上飞机之前放在飞机旁的这个推车里。主要是因为这台 CRJ100 置物的空间太小了，所以一般的手提行李箱呢也是无法放的。最后在离开这班飞机的时候，我们忘记拿行李了。我们一直以为行李要到外面的行李转盘拿，其实不是，就是你下飞机的时候就要在里面等，等他拿给你。小飞机吗？对啊，对。Do you want to stand there and wait though? Because you can sit and wait if you like. We'll just sit and wait and then, yeah. 你不觉得加拿大航空重新定义了空姐这个名词？什么意思？就是他就是不好意思讲哦。也还好啦。就是他的空姐很素人。也不一定这样讲，可能就是因为外国人看起来年纪本来就比较大，所以就会有这种感觉。也许不一定。真的吗？真的是这样。你跟我讲一下，加拿大航空搭起来怎么样？我觉得不错啊。不错哦。不错啊。可是你不觉得我们今天坐那个豪华经济舱的时候，他服务没有很好，他居然忘记了这两个？我觉得忘记早餐有点扯。对，他忘记放。他说我没有给你们吗？我说没有啊。然后我们到华盛顿啦，今天影片就结束啦。希望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结尾。如果你喜欢老笨变鸟，订阅分享按赞，又要等变鸟第二把名的，拜拜，拜拜，拜拜。